信众，大家平安。行天宫发扬关圣帝君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常之精神，并结合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行运化之理，期盼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恪守道德，保持良知良能，各安其位，各尽本分，相信将会当感应天地神明护佑，身心安康，家庭安乐，社会安定，处处乾坤合德，福圆满。阿胜明主说：仁，仁心也；义，仁路也。信以为仁，不知内心应该遵照仁德善行，言行举止及人生的每一步路，更加应该遵循天理，行在义的正道上。咱自出世开始，就受到父母无私的竭尽心力养育，自此以后进入学校、职场，行入婚姻、育儿，奉养父母。在这短短的一生，咱如何在多样的角色甲场域内底实践义的精神，落实亲子自孝、兴宽地恭、普贤慈惠、朋友友善等人伦正道中呢？明圣经开始：仁莫大于忠孝，义莫大于廉洁，义者五常之首。圣人参赞化育者，出自义；先佛超神日化者，出自义。义的本质是无我，人在无私无我的心境之下，方能知廉洁而不多处，修本分而不无故。所以廉由而入众生，就彰显义有自律甲节制的作用，而义的行为是爱的表现。大义就是无私的爱，咱无论在家庭或社会伦理中，拢会当以爱为出发点，善尽咱人生的责任甲义务。安尼的爱，就会当激发出咱自己应该尽的责任，无理由来推卸予别人的精神，自然而然呼应道德，予咱的人伦日常持续行在义的正道上，未来偏离。以圣行先佛，就是在五伦八德中，通过义的考验，将能成道。如明圣经所句：“武侯之言忠义，幽冥群凤为神。”自觉武侯始终秉持忠义之心，经世济民，协助老先祖建立学校，并辅助后主老贤，将以家母名义超越本分，对待君臣之间的分际，如此无私无我的尽忠行义的精神，深受名扬两界感佩，该推崇敬奉为神明。而义对应五愿中代表无私的愿情，提醒咱来秉持与生俱来的良知甲爱，自然就会当甲万物感同身受，进而产生包容力，用升起无我的精神甲气度，以无私付出的内在自信甲使命感，让家庭、社会乃至于世界宇宙和谐运转，这就是义的真谛。行天宫精神导师显空师父，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，坚决不犹豫来放下一切，牺牲个人资产，投入庞大的心血建设三宫，并致力弘扬五伦八德的正信理念，
就是台语的彻底展现。明圣经开始，古今大节不如食，无义大尽，就是在说明自古至今遵守道德节操、不如月分寸的人，拢是毕生决心尽力实践伊的精神，为爱人间流芳有后世，期盼大众拢会当忠于良善本心，涵养原情，力行道义，让自己的良知甲照耀众生的日月相呼应，而充满正气。那安尼，咱的心就会当亲像明镜迄一般结晶，处世有爱有修道，必定会当走向清明开阔的人生。